个几系啊，就没有像你这样大手笔迎娶儿媳妇的。再说了，现在账面上支不出钱来，你让我们全家老小怎么办？跟着你喝西北风去啊！我们迎娶的是皇家郡主，彩礼要不拿多了的话，让别人笑话呀。哦，你知道怕别人笑话，那就让我们全家老小跟着你没吃没喝，是不是？既然是比武，就得讲究个奖惩。如果世子输了，得答应我件事情。你若赢了我，莫说是一件事，十件事我也答应。你要不做个统领，倒是能做个梁上君子呢。我此生最不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时打你那一巴掌。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把你气了。郡主入了李家的门，已经成为事实了，这都是命。就是因为他不认命，所以他才娶到了郡主。小姐，我也不会认命。